欢迎回来我们的洛圣都啊，我们这一次试玩的这个是利昂，利昂在这个洛圣都，因为他营救的这个市长的坠机了，所以他这次呢在这个洛圣都要生存一阵子啊。那我们现在在这个高楼上面呢，要找寻下去的出路啊。哦哦哦哦，看到了看到了，哎，这个楼梯应该是可以滑下去的。哇哦，这样下来了、啊，他手没有着火啊！哎、欸，我看到好多丧尸在下面啊，这个要下去一下。幸好要有空投点啊，时间不够，算了算了。哦，看到没有这个天气？哇塞，超大闪电！我看到好多在动的丧尸啊，可怕、啊！继续滑下去哈，滑下去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这边有个先生在那边 是？他怎么淋着雨啊？各位先生，各位先生，问这个警察局怎么走啊，先生？然后他身上怎么受伤了、啊？先生，那里警察局怎么走？算了，他不理我。哎呀，他怎么走过来了？哎，哇，这次的僵尸怎么那么硬啊？确保一下，把他打一下头部。找到两个资源啊，身上。身上都没有东西哎，那另外一个先生去问他一下，哎，等一下他怎么朝我走过来了？别过来啊，别过来啊，你别过来啊！好，看来这个洛圣都真的沦陷了，满山满谷的丧尸啊，偷偷捡一下这个资源啊，不晓得会是什么东西。还没死啊！获得五个资源，这样子不是办法、啊。这样子丧尸一直过来也不太好啊。我们先到前面去好了，我要找寻一下这个黑盒子啊，飞机坠落在这个地方附近的样子。来过来了，哦，六个资源。把脚看看，子弹有限啊，子弹有限。看到这边有警察，他在这边，啊，他们不会帮忙射击的样子，只能靠我自己了。我们先赶快爬上去好了。躲一下！哎呦，被倒了！好逗啊，讲得很烂。那应该是从这里可以过去吧？这地方完全被封锁了。这里爬下来。赶快走，赶快走，赶快走，过来，过来，过来！啊，哈哈，摔倒。要闹了好不好？赶快走，赶快走 ，Come on！ 可以上去吗？哦哦哦哦哦哦！汤啊，母汤啊，太多了，太多了！哎，我们先从右边好了，右边。僵尸好多啊！记得。飞机坠落在右边的方向啊！妈，看起来是没有开啊！快让我补一下子弹。
到哪里了？好像是一个卖车的中心啊。在哪边呢？啊，干掉！我这过来了。这次的僵尸不会用跑的，用跑的比较可怕啊。台车可以用吗？我看到了，看到了，在前面。哎，这飞机坠的太烂了吧？咦，怪了，智障怎么不见了？挡不见了，旁边还有这个奇怪的桶子。啊，黑盒子好像也不在这里耶。哇，是小鸟吗？还是不在这里啊，我们先离开这里好了。是垃圾车，垃圾车应该可以开哦。啊，它被撞烂了啦，算了，引擎坏掉了。哦，看来这边的车子都不太能用哦。看起来荒废了很久。哇，当时听到枪声都走过来了。我想我们先离开这个地方好了。过来了耶。因为应该是有出路的样子哦，听到有警车的声音啊。看到，在这里。问一下警察局怎么走啊？前方是，那要跟你们借一台车啊。旁边那台吉普车是吗？好，那等我一下哈。哇，你们辛苦了，你们在这边驻守在这里哦。现在会有丧尸出来啊，要交给你们了。那我先去警察局报道一下。今天第一天就上班，就是遇到这些事情啊，真是太麻烦了。我们先回去这个警察局哦。看来这个警察局他其实是已经有准备好一些设备，还有一些驻守在这边的警卫哦。那我们现在要到这个警察局的楼上，对，当然他也有巡逻的员警哦。居然有坦克车，把车子放在这边好了吧。那这边旁边还有这种丧尸，他走过来了，走开呀你！你们去哪里？这里啦，你这里。
有可能这一集会在这边扎营啊，然后再去拯救更多的幸存者进来啊，然后看看可不可以联系到其他的远景跟那个市民哦。哇，终于上来了，我们看一下啊，这里还有停这个直升机，还有防空炮台，还有一些小鸟 ，OK。啊，都是准备好的。好啦，我们这集先到这边了齁，那喜欢这个系列呢，欢迎帮我多多分享一下，按个赞啊，下次再见。